少人，世界从来不会给我一个精确答案。庸庸碌碌的生活是否敢追梦？若你相信微光，就随我冲破暗夜那道裂缝。每个人都在走一条迷雾笼罩的路，和你重逢前一切的可碰皆是礼物。想改变的事物很多，学会长进付出，撕碎所有束缚，捍卫魂牵梦萦的最初。退退到无路可退，再看千山万水，总会在悬崖边找到属于我的玫瑰。虽然冬天枯萎，但是这一生灿烂过，盛开过，追逐着光的方向在生长。问世界匆匆忙忙走过多少人，世界从来不会给我一个精确答案。庸庸碌碌的生活是否敢追梦？若你相信微光，就随我冲破暗夜那道裂缝。神州星，正魔两道争斗了上千年，十万大山经历战火之后，灵气大量流失，出现了许多凡人聚集的村庄。但邪魔的威胁并没有消失，在仙门无法顾及的凡人村庄，嗜血的邪魔依旧是人类最大的恐惧。大胆邪魔，竟然敢到凡人地界来撒野！今天有我王可在此，就容不得你残害无辜。哼，区区凡人，也捂着口吗？区区凡兵也能上我分毫？不要加入西城之战，一定效忠。在这十万大山里，轮不到你做主。神光斩！不可能，凡人如何会拥有这么强大的武器？难道你是仙门弟子？哼，仙门哪里是那么好进的？我不过是你嘴里一个区区的凡人罢了。因为他来自皇家商会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王家商会一年一度的产品发布会现场。这就是我王家商会为了提高诛仙镇乡民的人身安全、出行便利、呕心沥血、费时数载研发而成的新型智能兵器。不是看表演吗？是啊，怎么还卖起东西了？此款智能兵器造型别致，威力巨大，即便你毫无修为，只要手中有它，也能轻松抵挡任何普通邪魔的攻击。这就是你一直等待的兵器，它更快更强，它将改变一切，它将开启未来。王家这几年在诛仙镇新开了不少店铺，花样实在是多了。要我说呀，
王家主这么会做生意，估计王家很快就要超越聂家了。你小声点儿，这话要是被聂家主听到了，你还想不想在诛仙镇立足了？王家主，这么厉害的兵器，一定不便宜吧？王家为了回馈乡里，我们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销售方式。啊，这啥意思啊？众筹？这么好的兵器，干啥要筹啊？诸位只要在前期开发阶段投入部分资金，就能与王家共享开发成果，无需承担未来高昂的价格。说了半天，这制什么的兵器还没造出来。哪有还没造出来就开始卖的道理？是，万一造不出来，钱可就打了水漂了。是啊，这就是众筹存在的意义。诸位，王某在此郑重宣布，本次参加众筹的客户只需一折，区区一千灵石就能获得如此厉害的智能神器。乖乖，这么便宜啊，那你岂不是要折了本儿？这件兵器一旦问世，必定会一气难求，到时十万灵石一把估计都抢不到，怎么可能舍本啊？也对呀。而且今天参加众筹的各位，我们还有特别的大礼相送哦。好啊，家里就缺这个，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捡大漏啊！送我一个，我也要加入，我也要。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众筹成就财富梦。今天参与众筹的宾客，我。哎，我听说前几天聂家刚刚洗劫了一个商队，这次该不会要对王家下手了吧？王家可真够倒霉的。诸位贵客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粗呢？姓王的，你想做生意，难道不知道诛仙镇的规矩吗？来啊，给我拆！王家看来要完了，聂家可不好惹。是啊是啊。王家主，你几次三番在诛仙镇搞一些奇怪的名堂，完全不把我们聂家放在眼里，你们王家是已经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哼。哎，那位兄弟，脚下小心。聂家主虽然在诛仙镇无人能敌，但我们王家也没有那么好欺负啊。竟然敢动手！王可，你这是在找死！一把破剑还搞什么众筹？今天就让你一死解千愁！那就先让你尝尝这把武器的厉害！我打狗还得看主人，王可，别太嚣张！打不了就是。大哥，没有聂家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购买王家的东西。王家完了。是啊，这下闯祸了。聂家财大气粗，聂天霸又是镇上第一高手，王家得罪了他，怕是很难在镇上立足。太可惜了，王家主不错的。那个，王家主，我抽一个，我信你。不过，你还是尽早想办法入个仙门才行。等你入了仙门，聂天霸就啥都不是了。仙门？我叫王可，原本是个地球人。18岁的时候实现财富自由，大学没毕业就被四大行争抢。可还没好好享受人生呢，忽然就被体内的神剑传送到这么一个凶险的修真星球。人生重启。虽然白捡了一个家主的身份，可若是进不了仙门，连聂天霸都随时可能要了我的命，还谈什么在神州星创出个天下第一的商业帝国？哎，好兄弟，你叹什么气呢？忍不住来了吗？我是张正道啊！张正道，我哥咋了？还有胆子来见我？君子动口不动手啊！张正道。你给我站住！王可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给你赔罪。接我的法宝，烂命一条，打死我也没用啊！先打死了再说。我要跟你说，小子，逃得还是那么快。别跑！下手别太狠嘛！王可，希望能对我包容些嘛！包你以后不用易容。王兄，这么多年没见。兄弟，我一直对你十分挂念。多
了我十年，你个抠货还有脸来见我？王兄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一见面就动手呢？来人呐，关门打狗。是。王可，我能让你进县门？哎，其实进仙门吧，在我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你还有这本事？眼下就有个大买卖，我一个人搞不定，这不马上就想到兄弟你了吗？你不会想着再坑我一把？怎么可能再干那事儿？说来听听。不久之前，金乌宗发布了一则悬赏令，谁能抓住幽月公主，便许诺五名入金乌宗成为弟子的名额。幽月公主，她是谁啊？家主，各部守备都加强了。家主，王家这些日子搞了许多新名堂，声势都快要超过聂家了，咱们要不要派人？先不用管他，还是仙门的名额要紧。是，家主。这是我从聂家传讯弟子手中夺来的，消息绝对可靠。居然被聂家捷足先登了。这次我找你就是为了救出幽月公主，事成之后我保你一定能进天狼宗。发布命令的是金乌宗，和天狼宗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嘛，你就别多问了。幽月公主身份特殊，与天狼宗有着莫大关系。反正我可以保证，只要天狼宗主见到她，一定能让你加入天狼宗。聂天霸的账的确也该跟他算一算。嘿，只不过现在幽月公主落在聂家手里，以聂天霸先天境巅峰的实力，就算我俩一块儿上，估计也不是对手。只要你好好配合，我保证聂天霸乖乖的自己把幽月公主送来。不好了，打起来了！王家门口打起来了！王家主身手不错呀，还以为他就是个花架。废话，没两下子能打倒王家家主。你瞧王家主的架势，这几个黑衣人怕是招架不住啊。王家主厉害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儿？王家主怎么还和人打起来了？说是王家逮住了幽月公主。幽月公主？难道是我们十万大山之外是和皇朝的幽月公主？那可是个大皇朝啊，怎么跑我们这小地方来了？听说那里发生了叛乱，幽月公主被赶出来了。保护车队，还不滚！撤！嚯！这个幽月公主这么抢手啊？那可不，据说只要拿住了她，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金乌宗的仙门。仙门？还有这好事？金乌宗的悬赏令可不是随便乱发的。果然厉害啊！王可也能有抓到幽月公主的本事？回家主的话，小的亲眼所见。那个王可在搞什么鬼？幽月公主明明就在我这儿啊！悬赏令上没发布画像，我们也不认识公主，会不会是我们抓错了？要不小的晚上悄悄潜入王家，再去探个究竟。好，这也会给我看仔细吧。是是。王可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凭他的实力，就算真抓了公主，八成也保不住啊。什么鬼啊！
我的妈呀，王可啥时候有了这么高级的法宝？看来王家真有公主啊，三更半夜都有人来抢。大家小心戒备，别放过任何可疑目标。是是是，快走，快去回报家主，我可绝对有问题。嗯嗯，家主，张公子。这位仁兄是？我是女的。啊，你是女的？家主，这次计划全靠二位表姐出力了，全凭家主安排。家主，不知道，管他是真是假，今晚咱们就去抢人，大小通吃，看他还能玩什么花样。可王家应该也有防备，就怕……哼，怕什么？王家也就王可一个刚入先天境的，我早已先天境巅峰，家中还有这么多高手，足以碾压王家。况且我们早就计划了剿灭王家，不过是提前几天罢了。这王可太不识抬举了，王可想和我们聂家别苗头，真是活腻歪了。今晚我就要让那姓王的小子在诛仙阵彻底消失。就是幽月公主本人。胡说，公主会长成这样？这位难道就是金乌宗的上仙？走，隔空遇物，难道是金丹境？家主，这绝对是仙人。注意情绪。你还想平静镇压我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小月月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二位有话好好说嘛。王可，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呀？按你之前所说，此次金乌宗发布的通缉令上并没有幽月公主的画像，也就是说聂天霸并不知道真的幽月公主长什么模样。可就算你让小表姐假扮幽月公主，聂天霸也未必能上当啊。你搞错了，小表姐演的是随身侍婢，大表姐才是幽月公主。啊，看什么看，我就不能演公主吗？大表姐的演技一流，等鱼儿上钩，张上仙好好配合，情绪一定要到位。小月月，难道你不知道天下这么大，我真正想待一辈子的地方只有你的脚底之下。月月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哼，到底是谁欺负了我家月月？到底是谁？谁杀了月月的婢女？看我不扒了她的皮！我的那些侍婢都是从小帮我一起长大的，只可惜除了身边这个，不知还有没有活下来的。这都怪你发布的金乌令。公主，奴婢们为公主赴死是应该的。你还公主与好几名侍婢失散，原本许诺给你的五个名额取消四个。张上仙，小的也是带回来一个的呀。哼，念在你为小月月带回一名侍婢，就多赏你一个名额。多谢张上仙，在下倾全族之力继续找寻，届时还望张上仙垂帘，再赐几个名额。能找回最好，找不回来的告诉我是谁下的手，我去要了他的命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，
没想到我聂家期待他船就在我这儿断了。家主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费了那么多心血，结果抢来的只是一个婢女，是天要亡我聂家呀！家主莫慌，小的有一计策，可以变祸为福。只要我们把那个婢女给上仙送去，说不定还能得一个进入仙门的名额。还是你脑袋灵光。不过就怕这王可想吃独食。走，我们去一次王家。对。聂家主有失远迎，今日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？王家主，都说你不久前找回了幽月公主，能否让聂某一睹公主的风采？哎呀，真是不巧，聂家主来的不是时候，幽月公主现在不方便见客。王家主，聂某的确有要事要参见幽月公主，今日来的匆忙，能否让我见上一眼幽月公主？来日聂某再备厚礼相携。这样啊，聂家主，幽月公主此刻正与金乌宗的张上仙重聚，咱们先坐下说话，一会儿我再来帮你引荐。你，聂家主请留步，聂家主，不可造次。哼，启禀张上仙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你要找的士兵啊，不，我聂是瞎凑什么热闹？没看到我和大宝贝在商量事情吗？小的聂天霸，家中现有一名女子，极有可能是公主的婢女。你说是就是嘛？这一路上也不知有多少人为了仙门名额，就拿不相干的人来冒名顶替，企图糊弄本上仙。小的岂敢？小的前几日拿到一名女子，八成就是公主的婢女。王兄弟可以为我作证，我聂天霸一向诚实守信，尊老爱幼，从来不打诳语。张上仙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不如就让聂家主带来一宴。也好，你将那婢女带来，请公主过目。若是真的，我便再允你一个名额。但若是你敢鱼目混珠，不敢不敢，小的立刻把人带来，请张上仙验明真身。什么人呢？他上当了吗？他智商和你差不多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万一他比我强点呢？就我们这架势，全镇的人都以为我得到了幽月公主，聂天霸这土包子哪里还能坐得住呢？就算是屎他也得尝上一口。加上你和大表姐奥斯卡水准的演技，他聂天霸再长十个眼睛也看不出假来。就这么一个猪脑子，你居然还觉得他比你强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如此环环相扣，换成是我肯定也会上当。不愧是聂家主，动作真是快啊。多亏了王兄，不然聂某险些白忙一场啊。看来计划一切顺利。今天就由我亲自守夜，护卫公主安全。那今晚就有劳聂家主了。这下糟了，姓聂的把这里围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啊？皇上就是要他围着才好啊。聂家怎么将王家围起来了？聂天霸早就看王可不顺眼，会不会……哎，这也太明目张胆了！在诛仙镇，还有谁能斗得过聂家呀？王兄，王家主。王兄，张少先，王兄，我怎么可能被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报告家主，前院和左右厢房全部查验，
一拳不搬空。家主，正房测试发现地道，小的已派人下去查看，洞被封死，不知通往何处。家主，王家人带着所有家当逃走，连茅房里的厕纸都没留下。王可难道连家业房产都不要了吗？听说全部都是跟聂家租的。聂家？哪个聂家？王可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公主，你醒了。你这人怎么毛手毛脚的？看把公主吓的，快向公主道歉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哇，幽月公主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美人啊。好色之徒，这么快就把大表姐忘了？我和大表姐是清白的。我的护卫呢？来人啊，快来救驾。幽月公主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俩就是你的护卫。你们是？哎呀，公主殿下不必惊慌，我们两个是来救你的。不，主要还是靠我。你们是天狼宗大师兄派来救我的吗？对，不是，我们主动来救你的。抓你的坏人叫聂天霸，他对你下了迷药，现在药效刚刚过去。我叫张正道，这个打酱油的叫王可，我们正是要送你去天狼宗。哎，说来话长啊，当初我在云游间偶然撞见一名形迹可疑的聂家人，从他的手中得到一枚玉佩，这才获悉这人油嘴滑舌，一看就不像好人。抓了公主，要去金乌宗。是这个人吗？哦，对了，喂，王可，我之前给你的玉佩呢？那可是聂家与金乌宗联络的信物。哼，玉佩嘛，自然在他该在的地方。家主吩咐，依计行事。放心，必定不辱家主使命。这姓聂的果然心狠手辣，一出手就赶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连王家主年少有为，就这么折损在聂天霸上。家主， 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金乌宗来人了！什么？是，那位上仙刚刚抵达镇上，还带着我们聂家的信物。现在人在哪里？聂天霸发觉受骗，必定恼羞成怒，这时随便找个人冒充上仙，向他索要公主。惊恐之下，他哪里还有心思辨别真假？这时的他就是案板上的一块肥羊肉，任我宰割。不多宰几次岂不可惜呀、啊、这个人倒是思虑深远。大胆，竟敢编出这种故事来欺瞒本上仙，诓骗金乌宗的入宗名额。上仙息怒，上仙息怒，小人哪有这种狗胆，实在是王可太过奸诈，请上仙明察呀、啊、明察？本上仙日理万机，不远万里来到这个穷山恶水，是来给你断案的吗？你害我白跑这一趟，就这么回去也不知如何交代，这来回的损失。恶人自有上仙魔呀，瞧这架势，看来聂天霸的确没有抓到幽月公主。王家主做事一向仔细，不像是那么容易被灭门的。有道理、各位家主，能否帮聂某凑点零食啊？我会把这件事先压一压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三日后要如约交出幽月公主，不然的话。上仙放心，聂某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倾尽所有，就算上天入地，三日后定能擒住二贼，交与上仙发落。谅你也没胆再玩什么花样。是，恭送上仙。王可呀，王可，逮住了你，我非剁了你不可。所以你就找人拿着我给你的玉佩，又去讹聂天霸的钱？怎么能叫讹呢？这叫正义的审判。啊？为什么不叫我一起审判他？下次一定。公主啊，为了搭救您，我们王家倾其所有，还险些丢了性命，不知公主有没有灵石法宝之类的犒劳一下弟兄们？公主，搭救您这事儿我可没少出力，您可别忘了我啊！这是我自己做的法宝，你们想不想要？法宝？这就是法宝？这叫圣典之光，是我发明的。圣典之光，厉害吗？
这人谁啊？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看这打扮也不像啊。站那么高，危险！我看八成是个高手。凡夫俗子，少年估计挺厉害的。滚开！别挡老子的道！你们哪个是聂天霸？呆，没教养的东西！家主名讳是你随便叫的吗？你就是聂天霸？我，家主，这人敲打！你小子谁啊？金乌宗张神虚。还晚了，看我这么好骗！你自称是金乌宗上仙，我有什么凭证？我张神虚闯荡南北，纵横仙门，哪里需要什么凭证？没有凭证还这么嚣张？难道是王可派你来的？莫名其妙，我是专程来接幽月公主的。公主现在人在何处？就凭你这个小白脸儿，哼，一看就是个唱戏的，还想冒充上仙？肯定是王可派来的。说，现在在哪儿？放肆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凭你也敢诋毁本仙，找死！站住！给他几刀，让他长长记性。好你个张神仙，劈我一刀再说。身手不错呀。嗯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看来你是亲自出马了，王可。这不是王可假扮的，我看八成是聂天霸见鬼了。你以为你易了容，就认不出你？家主好眼光，这都能看出来。王可，这次你可是自投罗网，看我来扒了你的皮！王可有这实力？王家主可不是一般人。聂天霸鬼迷心窍，看来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。不知死活的凡夫俗子，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本仙人的厉害。仙人，真的是仙人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你是金丹境？前面一个收保护费的，难道也是假的？胡言乱语什么？说，幽月公主在哪里？幽月公主被王可骗走了。什么王可？这紧要关头，我体内的那把神剑怎么突然动了？妖王诈尸了！王可，我顶不住，我先撤了，你来殿后。张正道，你这个可恶啊！说好了共同进退，你个坑货，危险居然丢下我先跑了！
10年前的画面，我的神剑到底怎么了？这把剑自从妖王墓后就再也没见他动过，难道真成了一把废剑？怎么回事？难道上次神剑降服的邪灵又复活了？你是什么鬼东西啊？鬼是你爷爷，地球小屁孩，什么商业天才，连把兵器都卖不出去还嫌人众筹，我看你是想绕跑才是真的吧。我跑路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地球来的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这小脑袋瓜子，爷爷我早就扫描完了，还想到处骗钱？你这点资产，爷爷我塞牙缝都不够的，有没有点格调啊你？停！你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知道我脑子里的东西？谁派你来的？打不太好，耳朵打开。吾乃是你体内神剑的剑灵，小屁孩，请你称呼我剑灵大师。看看你这副惨相，什么商业规划、资本市场，真是脑残！大师教你，想太多遭雷劈。没用，你懂个屁啊！赶紧离我远点！来，你可管不到我的。来，你想在我面前硬仗？你下来！哎呦！莫名其妙，神剑在我体内已经很多年了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剑灵。你这家伙从哪里凭空冒出来的？我剑灵有那么好见的吗？要不是你自己做了点善事，你还见不到我呢。胡说八道，你到底是谁？王可他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刚刚他还好端端的，难道是中邪了？王可老说他霉运缠身，我看他是心里太阴暗，容易中邪。圣眼之光可以驱邪？真的？那咱们用一颗试试呗。既然你是剑灵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带我来神州星？我又不是神剑，我哪知道那么多事啊？恶灵退散，恶灵退散。王可居然有这么狡猾的凡人啊？难道是有宝物出事？有人不久前曾在这里设了个阵法，将行迹掩盖了。王可，一定是王可，他一定没有逃远。他和幽月公主就曾是在附近。家主，山洞里发现一幅地图，是去天狼宗的。幽月公主一定会逃往天狼宗，为以防万一，我先去天狼宗蹲守，你沿路继续追击。这回机灵点儿，别再像个傻子，让人从你眼皮底下溜走了。是，少先。这是我金乌宗的金乌令，先暂时交予你使用。之后若是遇到其他势力阻挠，只要出示这枚金乌令，自然没人会为难你们。多谢少先，我等必赴汤蹈火，不辱使命，抓住幽月公主。王可，这回看你能跑多远。镇魔寺，咱们跑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现在离天狼宗还有多远了。我们跑得太仓促，预备的地图都没来得及带上。这不怪你，毕竟你当时中邪了，亏得我们及时把你唤醒。中邪？你们没看到那个小东西吗？莫名其妙放那么大一个烟花，把我们的隐藏地都暴露了。没有啊，就看到你一个人神经兮兮的乱打拳，我们是担心你走火入魔。我有地图。这是什么？这叫悠悠地图，它能自动指路，只要设定目标，就一定能抵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。这么神奇，居然还有这样的法宝。这是本公主的又一杰作。人才啊，幽月公主，我决定要高薪聘请你来当我们王家的技术主管。嗯，跟我来。走。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？会不会有埋伏？
奇怪，这个地方不该有墙的呀，难道是幻想？哎，这里也有一间镇魔寺。公主殿下，你那个悠悠地图，我有时候会分不清东南西北，所以才做了这个指路法宝，应该没问题。我明白了，咱们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？果然是你们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糟糕，是逆天霸，快跑！还想跑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幽月公主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聂家主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不要伤了和气。要不我们先坐下来好好的谈判一下，你先出个价，我这绝不还口。难道你还有谈判的资本？王可，先扛住我这一刀再说。你们两个一起上吧，省得我多费手脚。这种转面剑，王可，你是跟你师娘学的吧？还先天二十级，在我先天巅峰眼中，你们公主小心，就是一群弱鸡。你们就是一群待宰的废柴，就算我把公主给你，你能护得住？不堪一击，王可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？聂下手，要不我们再谈谈？到阴间地府去谈你的生意吧，我这就送你过去。怎么回事？见鬼了！小屁孩，是我啊！飞剑，王哥，你有这么高级的法宝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哼哼，聂天霸，看到了吧？这飞剑可是仙门才能制造的高级法宝，飞剑一出，所向披靡，今天就替天行道，铲除你这个祸害一方的大恶人！快想办法绕跑吧，真啰嗦！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力力有限，撑不了多久了。啊！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想太多，还不是因为你没出现。叶天霸，毕竟我们没有生死之仇，如果你现在投降求饶的话，我就收了飞剑，饶你一命。啊，好，我投降了。几位大哥大姐，高抬贵手，放求你一马。乖，做了错事就要受罚，该交的罚金可不能少。这，哎，剑刀宝了，那是金无宗上仙给我的令牌，这你不能拿呀。少废话，叶天霸，这回就饶你一命，你快走吧。站住，王可说饶你，我可不会饶你。叶天霸，杀我毙你，本公主现在就要你偿命。公主，快住手。还人呀，他逼人太甚。我的令牌一样是死，我自跟你们拼了。剑灵，顶住！爹，我顶不住了！哈哈哈！什么飞剑，原来是个冒牌货！我死！快快！什么？快跑！剑灵，没想到你为了我，居然牺牲了自己。别哭了，我没事。你没事？你在哪儿？就是灵力耗尽，需要休息一下。这下总算有个厉害点的外挂了。剑灵，你有名字吗？那叫我八阿爷吧。小八，小八，你以后会一直跟着我吗？你会经常爆炸，然后都不会死吗？错，想太多，这次算便宜你了。以后要我爆飞剑，你得先充值，起步价10000灵石。
我去，一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没钱，我不收。王可他又怎么了？大概是把脑袋崩坏了吧。王可，咱们赶紧撤吧，聂天霸的手下肯定还在附近。哦，我要对我忘了死。聂天霸，你有何打算？谨守山门，严加巡查，别让邪魔有机可乘，破坏了这次婚礼。咱们大师兄一旦娶了金乌宗的张离儿，两派结盟，那邪魔的日子必定更不好过了。王可呀王可，你成天说自己没钱，生意赔本，就连赔本都能住这样的房子？这里里外外都是租的，要是短少了什么，自己赔啊。王可，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慕容绿光要大婚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他要娶的是金乌宗的张离儿。张离儿？不可能！当年他对我的倾慕之意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如今怎么会？想来他们之间应该是政治联姻。这么说来，那金乌宗抓幽月公主，一定是怕公主出现，影响了这次大婚。不可能的。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他说过非我不娶的。怎么办？现在肯定连天狼宗的门都进不去啊！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天狼宗，找慕容绿光当面对质。公主，你这又是何必？如果你们不去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去。这可不行，太危险了。王可，快劝劝公主。公主说的对，渣男这种行径，追到天涯海角都要谴责他。天狼宗我还去定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明天吉时一到，我们就从正门大摇大摆地进去。真的吗？不是，王可，你别胡说八道啊。这有何难？不过想要进入天狼宗，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行事。水都要掉到地上了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对吗？请公主上轿。这是从现在开始，公主就是新娘子，而我们就是送亲的队伍。金乌宗嫁女，天狼宗还不外出相迎。金乌宗送亲队伍提前来了，快快通知大师兄。谁是王可？来者何人？竟敢挡住金乌宗的送亲队伍。若我猜得不错，马车里的人应该就是幽月公主本人了吧。 你怎么知道？别胡说八道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金乌宗张神虚在此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你们居然还敢冒充我姐姐的送亲队伍。给我留下幽月公主。小八，快出手助我。你充值了吗？这家伙打起来老费钱喽。
他先打打看。哼，可惜。你小子又要逃跑？这次还算机灵，我先中。历代桃僵术。果然都是些龌龊伎俩，又能奈我何？这就是金丹境的实力吗？该到你发挥演技的时刻了。我？哎呀，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竟敢偷袭我们金武宗弟子？还敢装蒜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伎俩。何方鼠辈啊！居然敢在我天狼宗山门外行凶！来者何人？敢来天狼宗放肆！哎呦，我的腰子，我的肠子，我的五脏六腑都好痛啊！来人呐，将此人围起来，别让他跑了！是是。我师兄今日是专程来送亲的，没想到居然会遇到这么荒唐的事。这就是你们天狼宗的待客之道。你们知道我师兄是什么来头吗？他叫张神虚，是你们大师兄未来的小舅子。得罪了他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别听这小子胡言乱语，那人不是张神虚，我才是。胡言乱语？那这块金乌令你也能假冒吗？真的是金乌令？原来是金乌宗的诸位师兄，勿怪勿怪，我等这就将凶徒拿下。我才是真正的张神虚。你说你是张神虚，证据何在？我不需要证明我就是我自己，而且花轿里的也不是新娘，你让她出来露个脸就知道我句句属实。臭小子，你以为我们都傻吗？今天是大师兄的大喜之日，你居然撺掇我们去掀新娘子的盖头。除了新郎官，还有谁能去掀他的红盖头？哼！你敢打我？从小到大，连我爸爸都没打过我！找死！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不长眼睛的混账，敢打我！今天就让你们天狼宗好好看看张神虚的厉害！来人，行动大阵！你能挡我？这是天雷诛魔阵。真不把天狼宗放在眼里吗？你居然敢冒充我，找死！连诛魔大阵都不放在眼里，还敢猖狂？杀人！劈得好，就这么劈的。你还敢不敢冒充我们张师兄？我要宰了你们！保护新娘，再给他来几下。还敢不敢说你是张神虚？你这个魔教妖人！早说不是不就好了吗？活该被雷劈。收阵。诸位金乌宗的兄弟，让你们受惊了。哎呦喂，疼死我了！姐，我没办法送你到天狼宗了。天狼宗有医术高明的修者，可以为张师兄疗伤。今天发生的事，让我们很怀疑贵宗的诚意。我们这就打道回府，走。哎，诸位息怒，诸位息怒，还请不要为这等杂事耽误了良辰吉日啊。也罢，那就取这贼人身上物品作为补偿。这不好吧？张师兄，大局为重，天狼宗也算有诚意，
这事儿不如就这么算了吧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哇，这小子是头肥羊啊！你搜的时候仔细点，多找些飞剑啥的。我这对零食起码有几十万，一下子好有安全感的样子。以后你跟着我，零食管够。大师姐的花轿如今已到了天狼宗，却不知何时才能入山门啊？奏乐，恭迎诸位贵客入天狼宗。越厉害了，快看，凌云成型了。大师兄太强了吧。我被楷模。大师兄，我太大师兄，你的诸魔拔剑术真是愈发厉害了，居然还能将雷电一斩为二。不过是随手一件的事情，何足挂齿。宴请的宾客都来了。哎，回大师兄，宾客已至大半，晌午时分便都能到齐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待时辰一到就立刻按计划行事。哎，是。只不过张灵儿的车驾已经提前抵达，还在山门口惹出了一场风波。传闻他是个急性子，看来是想早点嫁给我这如意郎君呀。这其中恐怕另有隐情。无妨，既然进了天狼宗的山门，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。大师，是不是？当然。张离儿。天狼宗总算是进来了，接下来得赶紧去见宗主。只有把幽月交到宗主手上，进仙门的事才算靠谱。那口大钟是？啊，那是我天狼宗的灭宗警钟。宗门有重大危险之时，都会敲响一次。原来如此，能否让我走近一些，瞻仰瞻仰？这大钟可不能随意靠近，万一无故鸣响，惊动到远游的宗主，那罪过可就大了。胡说，那钟楼下面明明有人，凭什么我就不能靠近了？那是负责把守的宗内高手，少惹为妙。诸位金乌宗的师兄弟，大婚典礼定在正午时分于东廊殿举行，请诸位在此稍作歇息。那不妨让我们先去拜见宗主吧。哎呀，张师兄有所不知，宗主几日前外出云游，未曾交代哪天返回，估计连慕容师兄的大婚也只能错过。见不到宗主真是太可惜了。如今我们两派已结为姻亲，要见宗主有的是机会，来日方长嘛。是。这下完了，趁宗主不在，幽月一旦暴露，别说你进不了仙门，咱们性命都难保，赶紧溜吧。先别急嘛，事情黄不黄还不一定呢。此话怎讲？天狼宗主虽不在宗内，可灭宗警钟啊。王哥，你小子难道是想让我去敲钟？灭宗警钟一响，宗主必定赶回。可是擅闯金地那是要掉脑袋的。一切都是为了幽月公主，我得想想。既然来了我天狼宗，那就留下我。陈天元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吧。雕虫小技，还敢班门弄斧？一个天狼宗宗主，看招！
陈宗主果然名不虚传，后会有期。我贼休走！真是好骗。恭喜慕容师兄。是啊，二位新人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多谢多谢，恭喜恭喜。张正道在搞什么？还没敲钟把宗主喊回来，宗主再不出现，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婚礼上了，得想办法混过去。张丽儿名不虚传，身材果然火辣。是啊，吉时将至，开启守山大阵，婚典马上开始。且慢，大师姐，你不要掀红盖头，我来带你询问。这位是？我现在代表大师姐，有几件事想要向新郎官问个清楚。哼，慕容绿光，你还记得幽月公主吗？丽儿，你多虑了，我和那幽月公主毫无瓜葛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你在世歌皇朝的时候曾经追求过幽月公主。丽儿，昔年我下山历练，的确曾在世歌皇朝待过数载，那个笨女人一直依仗着公主身份对我苦苦纠缠。堂堂一国公主为何要纠缠于你啊？丽儿，你是没见过那位公主殿下的尊容，样子真是丑不忍睹，仗着公主身份却又到处自作多情。她不但相貌丑陋，性格更是怪异，简直一无是处。她以前好歹还有个公主的身份，如今世哥皇朝已经覆灭，她连公主都不是，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呢？我靠，绿光兄，你可真是炸得明明白白啊！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？丽儿，你放心，我对你才是一片真心。什么幽月公主，那种丑怪女子哪里及得上你分毫。公共场合，大师姐，请你克制一下。这一瞬间我像是被什么击中了，进入仙门赚钱发财都无法和这一刻的感觉相比，一切的计谋盘算在此刻都显得毫无意义。你还好吧？这怎么回事啊？看不懂，绿帽怕是要改名绿帽去了。这小伙子看上去一表人才。是啊，不比慕容绿光差，肯定是张丽儿移情别恋了。给我放手！我没动手啊。那你抱着他干嘛？你瞧，我真的没碰他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放开我家丽儿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丽儿也是你能抱的吗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到底是何人？为何偷我天罡祖山门？干嘛？两个天罡宗的宗人，对不起，我们是金乌宗的宗亲宗族。岂有此理！难得当回新娘，不长眼的东西还敢拦着我拜堂？今天是大师兄的大喜日子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能上山。老娘就是新娘，我说我是闲杂人等。快快行动，启动守山大阵，有人冒出新娘闯山。放肆！天狼宗的狗也瞎了吧，正派新娘在此。新娘早就上山了，休想假冒。你敢打伤我弟弟，走去把慕容绿光算账。丽儿，
什么情况？新郎官这是要手刃奸夫吗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好漂亮的新娘子，真是人间绝色呀！好美呀！咦，我见过张玲，她不长这样啊。不是张玲，新娘子不是张玲，那她是谁呀？小月公主。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公主，这个我刚才说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张灵儿吗？她是张灵儿，怎么两个新娘啊？仙门什么时候这么乱了？张灵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居然还敢不让我进来！慕容绿光，我弟弟呢？这不是张灵儿吗？刚才是啊，新娘怎么现在？我弟弟呢？这下直接两个新娘。是，慕容绿光，你居然找了两个新娘！让张道这货是掉茅坑里了吗？乔中找回宗主很难吗？张灵儿，好歹也是。众位先稍安勿躁，会是这个？现在只是出了一点小状况，我们天狼宗很快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不带？先把我弟弟交出来。可怜啊！公主，你虽心有不甘，可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如今，他不但对你见死不救，还要迎娶抓捕你的金乌宗之女。哎，痴情总被无情惹啊！是啊，公主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指望这样的渣男会回心转意了。你不能为了这棵歪脖树放弃整片大森林，不要自讨没趣，自取欺辱，早早远离这伤心之地。我可憋不下去了，太难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闪人。站住，你是谁？我是公主的好姐妹。你的未婚夫都抛弃公主另娶他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？难道要留下来给你们做妾吗？凭什么？公主，别理这渣男，咱们走。好险好险，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赶紧溜。是现在心里都起鸡皮疙瘩。都给我站住。神鹤说我弟曾与你们几个发生过冲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从实招来。你弟弟可不管我们的事啊，他是被天狼宗的人打伤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啊。你弟弟？原来那个被抓起来的人是你弟弟张神虚？瞧瞧，不打自招，就是他们干的。之前是他们引动守山大阵劈伤了你弟弟，人还被他们铐在手里呢。你们竟敢打伤我弟弟，还把他扣起来！天狼宗到底想干什么？灵儿，你听我解释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交代个屁！快把我弟弟交出来！见不到他，任何人都别想踏出东狼殿一步。真的上正道，你倒是敲钟了，我这快顶不住了。钟楼把守的太严，还是走地下去。这土也太结实了点，这是要虐死我呀。大师姐，我们来了。大师姐。慕容绿光，我不管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，但你应该明白，本姑娘不是好欺负的。你弟弟只是一点小伤，正在殿后休养。放心，日后我定会补偿他的。现在吉时已到，还是拜堂要紧，要不然都闹成这样了，还拜你娘的堂？金乌宗的弟兄们，抄家伙，准备动手！是要火拼了吗？所有人都不许动！你看，为什么都对着我们？别怕，别怕，有我在。
赵丽儿，你们两口子打架，是啊，干嘛把剑指着我们呀？关我们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关系啊！不要装模作样，非要我将你们从人群中一一指出来吗？邪魔们！啊，怎么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这里哪有什么邪魔？啊，是啊，别血口喷人，这狐狸我们不参加了。邪魔，仙门里居然有邪魔！你们这些邪魔，自以为手段隐秘，潜伏在各大仙门之内，窃据要经，没想到也有露出马脚的一天。今次我们金乌宗假借联姻之名，把儿的诓骗过来，为的就是要一网打尽，斩妖除魔。李儿闪开，我来对付他。滚开，不要抢我功德。这真的是邪魔？这哪里走？师兄，他真的是邪魔？怎么可能？功德金光，除魔未到，我被职责，还愣着干嘛？杀！是是。这里不是仙门吗？怎么出现这么多邪魔？张灵儿，这里可是天狼宗，你想喧宾夺主吗？多谢你成全，今日你就在一旁看我诛魔吧。都是邪魔，怎么会？师兄，你居然是邪魔！师母，你怎么幻魔了？撤！张灵儿，别得寸进尺！少管老娘闲事！别怕，幽怨，有我在。桃僵术，王可。这么不经打的吗？看来这邪魔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醒醒吧，凭你也杀得了邪魔？真是搞笑。哎呀，真没用。出来啊，帮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小八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老不充实的坏毛病。够了，张灵儿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本姑娘牺牲名节陪你玩假结婚的戏码，无非就是要让这些邪魔聚在一起，好让我杀个痛快，获取诛魔功德。怎么，莫非你还有什么其他不切实际的念头？大家各凭本事，斩杀邪魔。苍灵儿，既然你不成，就休怪我无意了。守山大阵启动。胜败在此一举。
这是天狼宗的镇宗之宝定光镜。哼，没错，正是定光镜。可是没有元婴镜的人催动，怎么定光镜早就融入守山大阵了，有我天狼宗的灵山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，只要定光镜所照之处，任何人都无法动弹。仙门的法宝果然厉害。慕容绿光，我们又不是邪魔，你盯住我们干什么？快把我们放了。是啊，放了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每一个邪魔天狼宗都记录在册，绝对不会伤及无辜。慕容绿光，金乌宗配合你演了这么久，难道你想一个人将在场的邪魔全部灭了，独吞所有功德吗？天雷诛魔阵出。张离儿，我本想与你共诛邪魔平分功德，没想到你这女人狂妄自大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乖乖地待在一旁，看我如何诛灭妖邪，尽享功德吧。劈杀邪魔的吗？怎么劈起自己人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，难道是天雷诛魔阵的令符有问题？现在才明白，太迟了，令符早就被我调包了，你那个只是个玩具。你不是孙嫂，你是邪魔。孙嫂怎么会是邪魔？他是邪魔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吧，你一心想诛邪魔收功德，却没料到你身边的心腹就是我魔教中人。你想做什么？今日我就要用你们引以为傲的守山大阵灭了天狼宗。小八，现在怎么办？快出来帮我！我充值 VIP 我也买了。好你个贪财的贱人，没钱就使唤不动你是吧？你看这是什么？金乌令。没错。小莫入侵，山门告急，快通知大师兄，守山大阵已经启动，谁都进不去啊！那现在怎么办？凭我们几个，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邪魔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哼，天狼宗今天也算是到头了。可笑，你们一心只想着灭魔，却不料反中了魔尊的圈套。此刻天狼宗内外都是我魔教的人，诛魔阵的令符又被我得到。正好里应外合，将天狼宗上下全部击杀。这次被你害惨。钟响了，宗主和其他高手很快就会赶回来，天狼宗有救了。孙宗失手了。钟响了又如何？等他们赶到，正好替你们收尸。就是。等死吧你们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还能动？这是什么来头？
居然能从定光镜下脱困。原来这玩意儿还是遥控的，高科技呀、啊！你为何不受定光镜影响？定光镜都定不住，他是什么修为？这难道是元婴境的强者？这么厉害！是金乌令。这是什么法宝？这枚金乌令是我们宗主亲自炼制而成的元婴境法宝，所以能抵消定光镜的术法。快，赶紧将天雷铸魔阵的令符还给我！先前你对我的冒犯，我通通可以既往不咎。小子，别轻举妄动啊！你把令符给我，不然到时候魔尊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子，你敢？是想与天狼宗为敌吗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看来他还是选择站在我们魔教这一边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师兄，刚刚手滑了一下，你没调好角度。你是故意的。干得不错，小子，以后入我魔教，包你前途大好。自古正邪不两立，大丈夫又岂会慑于邪魔的淫威之下呢？既然你是帮仙们的，那你把令符给我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既然孙松是由邪魔伪装，难保还有其他邪魔潜伏在天狼宗，万一你也是，我要是将令符给了你，岂不是助纣为虐？你说我是邪魔？为了不让惨剧继续发生，我王可势必要将斩妖除魔的重担独自挑下。你也想独吞诛魔功德？此言差矣。除魔未到是每一个良善之人应尽的义务，岂能只是为了贪图功德？你现在天狼宗的山门外早已集结了大批邪魔，随时都会攻进来。定光镜的法力又能坚持多久呢？万一山门被破，天狼宗岂不是危在旦夕？不行，就算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我王可也绝不能坐视不理。我一定要亲手除魔，为了天狼宗，也为了天下苍生，尽一份心力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这么举着也是很累的，超时可是要加钱的。马上马上，好歹咱们坚持到宗主回来。你敢动我？魔尊要是知道，绝不饶你。居然藏了这么多宝，你的魔混得不错呀！你干什么？啊，非礼啊！小子，你在磨蹭什么？我在帮他检查身体，确定他真的是邪魔，我才能动手啊！否则万一误伤了好人，动吧！他还需要验明正身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住手啊！这个家伙比邪魔还邪呀！我已经验明正身，你果然是只邪魔，现在接受正义的制裁吧！小八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只要拖到宗主回山，咱们这次就没白来。放心，超时部分我加倍补偿你。哎呀，那几个油水多，身上都是宝贝，光飞剑都有好几把。你要做什么？你不要过来呀！机会难得，收藏干净点，全给他没收了。兄弟们，警钟已响，宗主、殿主还有各位师兄弟一定会赶回来守护宗门，在那之前大家一定要撑住啊。天狼宗弟子在此，邪魔休得猖狂。这孙松真是没用，看来要速战速决，等陈天元回来就麻烦了。邪魔休得猖狂。宗主，是宗主回来了。是宗主。大胆邪魔，居然敢进犯我天狼宗山门，罪无可恕，死不足惜。
万剑诀，太好了，这一次赚大了。你果然是邪魔，这么明显，白痴都看得出来呀，还不快点面膜。哦，嘿嘿，怎么打不死呢？哎，你功力太弱，要反复打才行。这么麻烦吗？这是要冲我来了吗？站住！你别过来啊！嘿嘿，砍了！正主来了！是宗主，宗主回来了！宗主，太好了！拜见宗主。宗主，这也太牛了吧！身为本宗东郎殿大弟子，却险些让本宗陷入灭门的危机，该当何罪？弟子面膜心切，误信了孙松这个奸细，弟子知罪，请宗主责罚。是歌皇朝鬼幽怨，见过天狼宗主。公主之前被金乌宗通缉的事情，本座刚有所耳闻，正想前往与之交涉，不料公主已然先到一步。多谢宗主关怀，多亏了王可一路护送，我才能安全抵达天狼宗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微末之功都是小子应该做的。王可，你有什么心愿，只要本座能力所及都可以满足你。小子王可，晚辈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拜入天狼宗，成为您门下的弟子。这小子居然想拜天狼宗主为师，真是张口就来。天狼宗主地位高崇，他们这些凡夫俗子哪里懂得这些呀？宗主，此人贪财好色，心术不正，万万不可收他为徒。哦，此话从何说起？这个，宗主，此次宗门大劫，幸亏有宗主及时回护，这也多亏了手中弟子及时敲响灭宗警钟。比起王可，他们才功不可没啊！要奖赏。一个奖赏敲钟之人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别抓我，冤枉他。这小子像泥鳅一样，一不小心差点又让他给跑了。禀宗主，此人莫名从地底钻出，不但擅自敲响灭宗警钟，还侮辱了英烈谷的先辈遗退，我等特地将他擒住，还请宗主发落。完了完了，连王可这小子也被抓了，这次买卖真亏大了呀！哎呀，陈宗主饶命啊！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啊，我是被逼的。是王可，是这臭小子硬逼着我去的。原来连灭宗警钟也是王可谋划去敲的，我真是有勇有谋。王可，你护送幽月公主有功，又解了天狼宗一时之危，能有你这样的弟子也是为师之幸。师尊在上，请收弟子一拜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这么快就拜师了，不是要受罚吗？
亲传弟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连慕容绿光都不是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王珂，你的愿望实现了。姜还是老的辣，那个金乌宗的母老虎原本还要散，结果被宗主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，就是可惜了那块金乌令。我还真羡慕王珂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被宗主瞧上。宗主说今天会传他功法，怎么他们都没再说话？仙门传法不入暗耳，此刻的王珂应该被宗主带入了幻境，正在修炼着吧。魔宗开派400多年，为师只收过2名亲传弟子，你师兄天资极高，当初也是在这功法阁中一鸣惊人的。弟子有一事不解，还请师尊赐教。哦，何事？师尊，亲传弟子非同小可，在下境界低微，日后如何给师尊出力，给宗门争光呀？天狼宗数百年基业，自然会有让你脱胎换骨的秘法。师尊是有什么仙丹妙药吗？能让我直接进入金丹境？正道修仙的确有一物堪比灵丹妙药，只要消化了这些诸魔功德，提升境界并非难事。师尊，原来您是打算给我开小灶啊？功德虽好，但没有上好的根气，却也无法吸纳。那以弟子的根气，能吸收多少功德？此处幻境就是我天狼宗的功法阁，藏有我宗的4大功法。凡入门者都要接受这4大功法的试炼，功法阁会根据每个弟子的特点传授与其属性相符的功法，同时也会对受试弟子的根气做出评测。你能接受多少功德，就看你这次试炼的结果。是，师尊。若是功德与你实在无缘，为师也会为你另想他法。你这师尊呐，这也太偏心了吧？还不是对我没信心。说的也是，慕容绿光也不过才3品的根气，你撑死能到1品，那就不错了。我用得着和他比？大地神功，那就先从这个开始吧。这谁啊？怎么和我长得一样？他是雷霆超意，是功法阁幻化出的首歌王。大地神功果然厉害，比我之前所练的强多了。看你刚才狼狈的样子，估计根气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不好就不好呗，反正师尊也不会嫌弃我，不影响我发财就行。这什么功法阁？怎么一上来就开打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到底是失恋还是来虐人的呀？喜欢，切，就一般般。好的功法你还没见着呢，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功法？那当然的了。这大概就是师尊所说的暴风神功吧？果然厉害。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王可他人呢？王可入仙门太晚，想要有所成就恐怕很难。没事没事，他一心只想发财，发不了财他才会着急。倒是你们两人原本就有金丹境的修为，只是被禁制所困，可否需要本座帮你们解开？太需要了，那就有劳宗主了。举手之劳，只要你们背后的大人们不怪本座多事就好。强的招式！
这离火时空看起来不错，我挺中意这个的。好厉害，好他妈，你放到祖传神殿上的烈阳不灭神功不练，你去练这个三流的离火功法。哎，都，可神剑在我体内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上面还有功法？那还不是因为你缺德，没有功德，你的祖传神功就没法现身了。能多崇拜你，报应！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？看你贪财的嘴脸，到时候会不会收我高额学费啊？你要是得不到诸魔功德，就算我想教啊，你也学不了。我王可天纵奇才，小小试炼还能把我难倒？参见师尊。灭宗警钟无故鸣响，为师还以为你出了什么意外。弟子一切正常，只是这功法阁也没说我的根气到底有几品。这定光镜中的功德是上次诛杀邪魔时所获，即便是慕容绿光一次也只能吸取其中一成，你量力而为，能吸收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。竟然能吸取这么多，这难道传说中的九品根气真的存在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竟然把定光镜里的功德全吸收了。多谢师尊赏赐功德。不必拘礼，灭宗警钟一旦敲响，必然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没想到原来是我宗收了一个九品根气的弟子。此后你便在这山上好好将这些功德消化了吧。王可，看看我和幽月现在是什么境界。王可，王可，你怎么了？大变样啊，小八，你是不是为了庆祝我拜入仙门，给我把内室世界装修了一遍啊？哎，装什么修啊？以前你没有功德，内室世界当然就那么一丢丢喽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感觉好漂亮的样子。这些就是你获得的功德。不错不错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能碾压四大功法的祖传神功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睁大你的眼睛给我看好了。这神功看起来就不一般，功法阁那些卖相上就比这个差远了。这功法好像挺长的，一共多少字啊？不多不多，一共两亿字而已。两亿？这究竟是修仙神功还是网络小说啊？看起来很难的样子。只要有了功德，修炼轻而易举。轻而易举？万一选错了功法就要废掉重来，又费时又费钱的。这神功唯一的好处就是呢，升级快点，而且还不需要怎么修炼。有这种好事？嗯，它可以吸收伤害，直接把伤害的力量转换成你的真元，帮你提升境界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别人随便打，自己都不会受伤，还能升级。咦，但是这么做功德的消耗就会非常大。一旦功德消耗完毕，真气的颜色变成漆黑一片的时候，你就会有自爆的风险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没功德了，直接原地火化？哎，理论上是这样的。我的根气是九品，能吸收大量功德，这神功挺适合我呀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学那个烈阳不灭神功。不会吧？不怕自爆的你啊，我王可岂是害怕风险之人？听你的意思，这功法好像保命特别厉害，而且还不需要花太多力气修炼。哼，靠，
满脑子生意经。你想偷懒，不打算教我，故意拿自爆来吓我的吧？嘿，而且凭我的脑子，赚取功德也不见得是件多难的事。那就少说废话，开始练功吧。这么点东西，居然就要50000灵石！张正道，耿哲，这装的都是些什么呀？这里面都是些断肠蛇啊、五彩蟾蜍什么的。王可说他在修炼什么祖传的金钟罩铁布衫神功，让我买这些东西来练功的。王可他不会有事吧？那小子贼精贼精的，死不了的，公主尽管放心。是东郎殿聂灭绝殿主，想不到一直在外捉魔的聂殿主居然回来了。这都几天了，王可怎么还不出关？现在王可练功正到紧要时刻，万万不能出什么差池，若是被人打搅了，岂不是会走火入魔？公主，没看出来你对王可这小子倒挺上心啊。哎，你该不会对那小子……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真的别让我为难呐。哎呀慕容兄，稀客呀，来我们雾剑峰有何贵干？王可呢？阁下来的不巧，王可正在闭关修炼，不便见客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他，我师父东郎殿主稍后就到，叫他立刻出关迎接。慕容兄，这儿是雾剑峰，不是你的东郎殿，阁下要耍威风，恐怕搞错了地方。放肆！给我上来！慕容绿光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。公主，我其实……昔日我赠你的相思珠，你是否还带在身边？当然带着，公主赠我的东西，我一直带在身上的。可否将它还给我？当时我根本不知你身在何处，不然的话……你想要找我，其实很简单。相思珠中的雄虫一共有18根触角，它会自动感应到雌虫的方位。若你有心，又岂会不懂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大师兄当时忙着筹备大婚，哪里顾得上公主呢？住嘴！我看你们这几天买了不少毒物，应该是在里面练什么魔教神功吧？王可现在练功正在要紧关头，你如果硬闯，他会走火入魔的。什么就走火入魔了？你们，张正道，快点拦住他！你，果然是在练魔功。哟，慕容大师兄，稀客呀，稀客！您这一来，我这小小的雾剑峰都蓬荜生辉啊，你看连五彩祥云都出现了。贫嘴。王可，可否敢让我试试你的功法？哼，一个金丹小子。王可，你已经神功小成，不用怕他，上。慕容绿光，王可才刚入仙门，眼下不过先天境一重，你仗着境界比他高，打算恃强凌弱吗？幽月，让他过来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。好，小子，别说我圣之不武，我今天就用先天境一重的功力和你过招，看我不把你揍得满地找牙。王可买完炼功材料，我就又要替他买棺材了。这样下去，早晚有数啊！王可。会玩飞剑吗？
飞剑，货真价实的飞剑。雕虫小技，既然你送我飞剑，那我就收下了。那个慕容绿光真的是太粗鲁了，这种男人你还是趁早远离的好。混账！我可小心！我可，神功果然玄妙，居然升了一级。王可，王可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，王可？他是不是打你脑袋了？你傻笑什么？没事没事，没什么大碍。你关心我，我很开心。你的修为竟然提升了？嘘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活着？我难道没出全力？住手！师尊。为何还是如此莽撞？聂殿主来得正好，您看看您的好弟子慕容绿光，一言不合就在雾剑殿对同门大打出手，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师尊明鉴，王可这小子偷练邪魔之功，心术不正，将来势必为祸宗门。是不是邪魔？我一看便知。王可的身上的确没有黑色的魔气，不可能啊！他的功法一定是……你是在质疑为师？弟子不敢。王可，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糟糕，我的神功可不能暴露。回聂殿主的话，弟子练的是本门的离火神功。不可能，修炼这种功法，只要催动真气，就可形成火焰术法。火焰术法？这有何难？可若是我能证明自己，你要如何？你想怎样？慕容师兄适才毁了我一柄飞剑，还有你不但打伤了我，还打伤了守门的仆役，这些总共算你10万灵石。好，给就给，但要是你使不出火焰术法，就证明你练的的确是魔功，而且你还是一个真正的邪魔卧底。既然我没有撒谎，那么请问聂殿主，慕容师兄是不是该给在下一个交代？绿光，你现在就给他赔罪。我给王可赔罪？王可，我知道你现在穷，我可以再给你20万灵石，你立马给我离开幽月，怎么样？我也要下山。师尊说了，你下山有危险。你不是会保护我的吗？好吧好吧，那休息一晚，我们明天一起出发。简单的愿望，却能承受住所有反对的冲
间却祈祷在枕边，一望无尽的黑暗等待黎明遇见，和你的瞬间定格的